观和观看不能说话。狗，汪汪，嗯，不明显吗？啊，都看得出来，因为你很喜欢狗，大家知道，就拍照。所以会帮我实现是吗？希望有照可能可以跟北极熊啊之类的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牛跟长颈鹿，那我们现在喂，我没有提耶，跟这两位合照，强制行销哦。C O F F E E O N M E 对，就是比较抽象。大家这边有一个无实物表演，一个 M。哎哎啊，苏州的城边，家中有屋又有田。生活乐无边，谁吃那糖伯虎啊？实在太阴险。很会做饭，对，没有，其实我也不会做饭啊，只是就是因为疫情待在家，就会想说，试试看看能不能。随便炒一下，看能不能拼凑出一道菜来。No 甜，没有，就是没有甜，所以是三杯鸡。对。No 甜，对 ，No 甜，哦，对。喂，喂，欸，不是朋友，不是说朋友吗？哦，可以这样子是不是？那我五个字里奥纳多，总共三个字，哦，总共三个字，第一个字就是脏，因为我本来想说就是分享他最近的动态啊，对啊，他最近留胡子啊，就是读也蛮多书的，就是可能他的冷知识会派上用场，啊，我放弃了，嗯。哎，在准备你的账号，可以跟我们分享。乳牛。大家都见证到这个集体的一刻。哦哦。你们里面放什么？放的是我要吃下去的东西吗？噔噔噔噔噔！哇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哦。可以把镜头当做这个求婚对象，我们试卖一次吗？这个要说话吗？哦，对，我做了饭团，里面放戒指，然后全部串在一起，给你一顿浪漫的晚餐，是不是？啊，沙朗黑哦，沙朗黑哦，车上阿弥达啊 ，please marry me。Please， 好了好了，意思意思带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真的可以吃吗？哦。
就是可以去跟这些对心爱的野生动物一起看看大自然，然后跟心爱的朋友在外面，对，啃啃玉米，吃吃饭团，顺便求个婚，这样。顺便结婚。戒指。对。想要看更多关于牛、关于我的事情，请追踪 L 台湾。我们下次见。